各位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平安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敬拜赞美现在开始，请把那个侧门关一下，谢谢。哈利路亚，感谢我们的神。我知道在今天主日的早晨，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愿意放下我们手中一切所做的工，我们欢喜快乐，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是因为神的爱他亲自吸引了我们，是因为神的爱他亲自感动我们的心。所以在今天早晨，当我们听到敬拜赞美旋律响起的时候，让我们的心全然的打开，我们的心要全然的向我们的，我们一起说，要向我们的谁？要向谁？向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心要向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向神来歌唱，向神来赞美，阿们，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起来。
们是一生一世，我们踏进神的路径，我们的脚步不必不偏离左右。你求神，你赐给我们坚定的心，使我们能够踏在十字架上的道路，我们的心就绝不后悔。因为我们知道，那等候耶和华的，他必不至羞愧；那等候耶和华的，他必要重新来得力。阿们。左右是因为神你提拔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向仇敌来夸胜。神你救我们每一个的灵魂脱离那阴间的权势，使我们的性命得以存活。感谢主耶稣，你召我们每一个人出黑暗进入你光明的国度，你赏赐给我们独特的位分，使我们得以成为神你的儿女，你使我们成为那君尊的祭司。感谢神，我们要如何来回应你的爱？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，能够为你而使用。
基督徒，他也不是在暗处，我们是要在灯台之上。
我们要去要照亮那一群人，我们要改变这个时代。神啊，真的是求你来使用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来被你所使用，来顺从你的呼召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踏出这一步，按照神的路径来走的时候，神就是要赐给我们那丰盛的人生。
阿爸天父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来领受你圣灵的恩膏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活出那风采，让世界也更美好，是吧？今天是我主耶稣复活的主日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带着心灵和诚实，我们圣洁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知道献上我们的赞美之后，你已经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宝座。那这是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生活上有窘困的，身体上有疾病的，事业上有困难的，我们统统交在恩主你的手中。我们相信你是那帮助我们的神，你是爱我们的神。我们也更知道这个时候你的爱就充满在这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到从你那边来的爱和丰盛，让我们的生命从此刻起就不再一样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到你与我们的同在，你在前面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你让我们不管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凡事兴盛。所以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必爱到底，你的恩典也够我们所用。我们这一位啊，我们在外面的亲爱的肖牧师啊和郑牧师，我们向你献上祷告，求你让他们在外面的服事跟在我们教会的服事一样，能把你的荣耀从我们教会分享出去，让他们所到的教会都能够一起来遵从你的名，来享受你的荣耀。谢谢你，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。这样的祷告、感恩、祈求、颂赞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。阿门。请坐。